开始玩。那初中呢，就是因为学校有一些社团课嘛，那学着学着之后呢，你一招接着一招学习，学一招成功了，然后你就想学下一招，这样子学下去，自己玩嘛，那也喜欢开始然后教别人玩，然后别人也玩起来了，自己也有成就感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